过咗冇几耐，佢见到一个收税嘅人，佢叫做利未，又叫做马太，正喺税关嗰度收税。你跟我嚟。耶稣就上了山，整晚都在向上帝祈祷。到了天光，就叫门徒来选了12个使徒。西门又叫做彼得，他的兄弟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、腓力巴多罗买、马太、多马、阿勒腓的仔雅各、激进党员西门、雅各的仔犹大，同埋后来成为叛徒的加略人犹大。